邀请呢所有的青年团团员呢一同到我们的舞台来做我们的青年团就职典礼的仪式。我们首先呢请我们的团长也是我们的张思庆先生先到我们的舞台来。那么我们再一次呼吁一下所有的青年团尽快呢移上您的脚步到我们的舞台来。来，所有的青年团的团员都到了舞台来了吗？那么如果还没有尽快移起你的脚步来。那么今晚间呢很荣幸呢也是我们释迦牟关丹路仙姑庙庆祝一年一度的刘仙姑宝诞千秋千千秋以及我们成立青年团就是典礼的一个仪式。那么在这里呢欢迎大家的出席。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很荣幸的今晚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也是我们的特别嘉宾也是我们的丹都Sunny Coco以及我们的 YB 的代表徐才欣，那么也来做见证。至于呢我们今晚间呢我们的青年团的就职典礼呢由我们的两位呢来做见证。那么首先呢在这里呢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团长，哎，我们的团长都在现场了啊！来，那么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来，大家站密一点啊，好不好？来，大家站密一点啊！来，大家举起你的右手，大家举起你的右手，来。那么我们把时间呢，就交给我们的青年团团长。各位嘉宾以及各位理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青年团的就职典礼的日子，我张思庆在网络红人拉多塞尼哥哥的见证下委任仙姑庙青年团团长。首先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主席以及各位理事们的信任以及支持。我青年团第一届团长在此关郑重宣誓，将会带领所有青年团团员们不负主席和理事们的厚望，履行团长义务担当责任。谢谢，谢谢我们的团长张思庆。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呢，我们呢能够得到呢我们本庙的我们的青年团的这班呢非常年轻有为的啊任劳任怨的我们呢来做我们的庙的义务的工作。来，谢谢你们。那么在我们的两位我们的丹都Sunny Coco以及我们的 YB 的代表啊徐才欣的见证之下呢，希望呢大家努力更上一层楼。谢谢他们，来，谢谢。来，继续呢，那么我们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邀请呢我们的等一下来，我们现在要邀请呢也是我们的哎，今天呢也是我们的青年团的正式的哎就职典礼。那么在这里呢大家来为他们唱一个生日歌好不好？来。